天色染风渐寒，妖鬼超人波，你敢？你居然把自己的武魂力给他？我只是借给他用而已。这家伙有什么资格拿走你的武魂力？还给他。我只是暂借一下令牌，你就要出手伤人？没死算你幸运，有本事别躲在女人背后。你够了，你先走。如果你想留下跟他打架，就把令牌还给我。守宗说了，比赛之前不可以私斗。名字、学院。史兰克学院，唐三。武魂殿战队队长邪月。记住这个名字，赛场上遇见你，我会亲手废了。我说你们战队怎么找了个疯子当队长啊？你会死得很惨。唐三，老师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是来找你的，你没事就好，咱们先回住处吧。好。不应该啊，据我所知，武魂殿阶层森严，光凭守宗弟子的身份不可能有这种权势。你这已经接近封号斗罗的待遇了。可狐狸那才四魂环呀、啊、